选择去看，要不然就看纪念品。我们还一周的时间。我要飞去哪里？飞去拜拜了。拜拜。啊，不见了。要去哪里？在录影录影，弟弟你看。弟弟，没有，这礼拜没有什么，下礼拜才有什么，7月18号才有什么，下礼拜还要不要来？下礼拜还要来。Amber， 你看爸爸的相机。耶，弟弟。弟弟耶，看到吗？今天我们看到奇特的照片。阿弟，那么都是我们昨天才所亮相，好，我们其中法国的小丑，今天不可以再撞了，弟弟。阿弟，我要出发了。那我这样不要吗？最好是坐下来拍，躺下来拍更美。不相信你试试看，你们来。今天阳光灿烂，回去要敷脸，不晓得还有没有救。那朋友们，忘了戴帽子来的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米区那边有。哦，在台东你需要一顶帽子帮你防晒，那么要多喝饮料，别忘了。那么除鹿野高台除了热气球以外，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现在盛产的现采的凤梨，那么另外还有红乌龙茶，那么冷泡的相当好喝，那么老王咖啡那边就有啊，没有凤梨，他那边有冷泡红乌龙茶，那么老王咖啡的老茶叶蛋最好最好吃的，反正真的很有名，那么非常入味的，不信你买就试试看。哦，飞行伞啊哈，滑过来。哎呦，飞行伞如果降落在凤梨眼，屁股很痛，还好教练们经验丰富，没有问题。那么最辛苦的五个细流球还在，那么英国、荷兰的大公鸡，还有泰国的怪物开始落球了。那么可爱的小女孩，姐姐牵着妹妹的手，搭乘香港包机来到台东的，香港的朋友们，你先来，我抱你，也可以到我们福台来，那么领取台东建设我要送给你的徽章。姐姐来，我抱你拍一张最爽的自拍，站在这边，厉害不好拍。没有礼物的，连我女儿的嫁妆都拿出来发了。
好，那么一家温泉的免费入场券收起来了哈，哦，那个太珍贵了。